呦，这不行，这太严实了，果冻。摸摸。该是吧？过来。怎么了，老板？龙主管，你手下的保安站岗期间偷看美女，怎么处理啊？好啊，是吧？上班不好好工作，罚钱。不是，我这工资还没发呢，我哪有钱啊？这不有左下角游戏吗？现在下载登录就能领888，进入红包专服，每升一级还能多领10块。点左下角链接下载挂机升级，完成任务还能领8K 和手机，这不比代码工资强吗？不是，你这又是啥不懂跟我说呀？再说了，我也没谈恋爱啊，谁说我偷看美女了？还没看，你眼睛快粘腿上了。哎，你别诬陷我啊！我能看得上他们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黑色的长发，穿着黑色的裙子，五官很精致，笑起来很好看，大壮有致。哎，不是，老板他说的跟你有点像啊。你大腿上，你哪有像有致呢？滚出去！我操！来，过来。老板。过来。哦，我你这招挺多的啊！你怎么知道腿上有痣呢？没有，我上次被你讲。还来说？不了不了，你滚！哦，好，等等，我的事会有第三个人知道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有第三个。龙哥，龙哥，我不知道。不，龙哥，听我解释说话。龙哥，听我解释说话。